你肯定舔不着自己的胳膊肘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呀、这胳膊肘里有长生不老的秘密，所以你要是舔到，那你就能长生不老。可是你想呀，要是所有人都做到，所有人都能舔到自己的胳膊肘，也就该天下大乱了。因为呀、你不能没完没了的活着嘛。其实我有女朋友，所以你肯定舔不着自己的胳膊肘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呀、这胳膊肘里有长生不老的秘密，所以你要是舔到，那你就能长生不老。可是你想呀，要是所有人都做到，所有人都能舔到自己的胳膊肘，那不就该天下大乱了吗？因为呀、你不能没完没了的活着嘛。我刚分手，本来都快结婚了。我就是聊聊天儿，好，不过那也我就是聊聊天儿。知道吗？你肯定舔不着自己的胳膊肘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啊，这胳膊肘里有长生不老的秘密。哦。所以说，你要是舔到，那你就能长生不老。可是你想呀，要是所有人都做到，所有人都能舔到自己的胳膊肘，也就该天下大乱了。因为啊，你不能没完没了的活着嘛。啊，有道理。你试试。试什么？胳膊肘啊，舔舔。不用了吧。你好，我叫柳梅。你好，我叫杜伟。雨又停了。嗯。烤肉是凉了，就难吃死了。嗯。烤香肠也不行。嗯。你喝什么？好，不用了，我老婆给我拿啤酒去了。你试试。明白了。你好，我叫杜磊。我叫柳梅。以前真讨厌。是啊，烤肉要是凉了就太难吃了。对对对。所以你是一男的朋友吗？我和他是大学同学。啊。你呢？我老婆以前是一男同事。是吧？明白了。你好，我叫杜磊。我叫柳梅。雨谦真讨厌。是啊，烤肉要是凉了就太难吃了。啊啊。哎，所以你是一男的朋友吗？还是？一男是谁啊？啊？就那边烤肉那个。啊？不会吧？我就是看这儿能白吃白喝，然后我就过来了。啊？
跟你开玩笑的。那个，我跟他是大学同学。嗯。你呢？我和李杰亲戚哦。李杰是谁啊？一南小叔的，就那边打绿旗是那个。哦。陪你喝点什么吗？啊，不用了，谢谢。嗯，你是做什么的？我在北京大学。啊，挺好的。嗯，你呢？我是养蜜蜂的。哎，你是赶蜂人？对，赶蜂人。我特别喜欢蜂蜜。是吗？嗯，只要给我一个勺，再给一罐蜜，我就美了。哎，那你一般都买什么样的蜜？我不敢。怎么了？就是不敢告诉你。这有什么的？因为我特别喜欢乐购。挺好的。就是那种特别便宜打折的。挺好的。啊？不会吧？买那种蜂蜜，不会把你们养蜂人都给逼死吗？不会。真的？真的。哦。我对蜂蜜的品味是不是有点差？不，有时候超市里面卖的蜜还可以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哦，嗯，哎，那你呢？那个，那怎么了？你说。我就是有点好奇，你千万不要多想。嗯。那个，我就是想问，你能养活你自己吗？能。真的？真的。靠养蜜蜂养活自己？真的。你怎么做到的？我之前在杭州给我一个朋友帮忙，嗯，然后我就想自己做，嗯，然后有一天我和我女朋友，哎呀，前女友，你是不是特别伤心啊？什么？对，就我跟我前女友，她想不通。你肯定特别伤心，因为你前女友她都已经，不好笑吗？好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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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刚说到哪儿了？前女友。啊，他想从杭州搬到北京来。嗯。我就在塔村租了个一居室，然后我们有一天。塔村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为什么跟你女朋友分手了。要是他让我从杭州搬到村里去，我肯定跟他分，一定的。事实上，我现在还住呢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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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们当时就没有花园，然后也没有地方养蜜蜂。然后有一天我上了我出租屋的那个楼顶一看，哇，太棒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就赶紧打扫了下，弄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蜂窝。太厉害了。是吧，有一就有二，有二就有四。后来有一天我跟于萌啊，我前女友，我们去了趟日本。嗯。回来就发现我们家里被人抄了。抄了啊。我们当时呀，就用那种黑色塑料袋装蜂蜜，就是那种装垃圾的那种塑料袋。我知道。然后呢，我们前脚刚一去日本，然后邻居就报警跟警察说了，说我们是种大麻的。然后警察就真的来了，然后就把门踹开，把我那些塑料袋全部给没收了。他们搜了一通，什么都没搜出来。可惜了我那些蜂窝和蜂蜜的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。我是说牛垃圾袋装蜂蜜。是啊。要辞职？还没。可你快要辞。差不多。能做成兼职吗？没有意义。你是说兼职？对。我要不就走路，我要不就在路上，我要不就辞了，我要不就不辞。我害怕。你怕工作？停下。你怕停止工作？我该怎么办？我们走吧，我们想干嘛就干嘛。我是认真的，我说好做到。我没有办法，杜蕾，我必须选择控制。
做错什么了？没有。我说什么伤害到你了？没有没有。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们挺好的。我知道。你带我上来的。我知道。你问我想不想上楼？就是现在我不想了，我可以改变我的想法，对吧？对，除非你告诉我为什么，是不是因为我的原因？不是，你不用说这个具体，就总的来说。就是我有一些事情我需要解决一下。对，你没说错，今天晚上我们挺好，你也没说错，的确是我要把你带回来的。就是刚才一进门的时候吧，我就开始想，你让我走。对，不过没有别的意思。我做错什么了？没有。我说错话伤害到你了？没有。那我就不明白了。我没让你明白，我让你走。前功尽弃。什么？你的主意。挺好的。不是，你不觉得？就这样吧。你不觉得你这样特别失礼吗？哎呀，我现在就想让你走。我差不多得走了。你别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可以多坐会儿。对。我明天得早起。多早算早？6点。啊。6点，嗨，那你可以睡沙发，你也可以睡床上。对。我不是说非要让你留宿韩思栋啊。啊。不是。就是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要是想的话，你就别走了。我还是走吧。啊，好吧。那个，我想说，今天晚上特别好。为什么特别？我觉得要是有时间的话，我们应该必须的。那帕斯诺就是冷笑话。我下次再来。沙发可以展开，不是说非要让你跟我睡床上？柳眉，闭嘴。我做错什么了？没有。我说错什么伤害到你了？没有。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们挺好的。我知道。你带我回来的。我知道。你问我想不想上楼？对，就是我现在我不想了，我可以改变我的想法，对吧？我不想说。前段时间我去一个女孩子家，发生了一模一样的事。我走可以，但如果是因为我的原因，不你不用说那么具体，或者你给我反馈。反馈？哦，反馈这个词用的不大好，就是说，不是，其实吧，就是。
就是我心里有点乱。对，因为这段时间吧，我妈她病了，然后我不知道我让你留下来过夜，是因为我想让你留下来过夜，还是我不想一个人睡。真对不起。我们过几天再联系。嗯。之前聊你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一直在等着。嗯。可直到我快进你家门，我就想说，你说的，我一点都听不懂。我的时间主要都花在电脑上面了。分析数据啊。对。量子宇宙学啊。对。哎，你懂多少理论物理啊？不懂。那个量子力学呢？也不懂。你看啊，量子力学关注的是量子领域，原子、分子，在核高度和量子高度下，重力是可以基本忽略的。但是呢，它在广义的相对论里就相当的重要。所以我们现在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。相对论那套管的是太阳、月亮、星星之类的。而量子力学管的是分子、原子、夸克之类的。一个同样的问题，我们就针对性的问了两次，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。这还挺幸运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又有了弦理论。今天晚上我会。而弦理论的兴奋点呢？如果你不想让我过问你，它或许能够弥合相对论和量子力学。你完全忽略了我所有问题。这些理论的副产品就是，几乎出于偶然，我们得到了这样一种结论：我们生活在平行宇宙里。尽管我们动用了最新的科技，但是还是有某些无法预料的微观现象。现在说，只有一种解释它的可能性，就是在一个时间点上，可
可能同时共存好几种情况。刘飞，这完全是在勾引我，你知道吗？在量子平行宇宙里，我们做过的和没有做过的所有选择和决定，都将存在于大量的平行宇宙里，完全超乎想象。所有选择，所有选择，我们做过的所有选择，我们做过的和没有做过的所有选择。可是柳眉，要是我做过的所有选择都已经存在了，那么我存在的意义在哪里？我的价值在哪里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完全不明白。啊？啊？啊，这么说吧，就当做咱们的宇宙是唯一的，你和我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可能只有一种选择。可是你想啊，如果有很多种可能的未来呢？那么我们做过的和没有做过的所有选择和决定，都将决定于我们进入到哪个未来里。就像这六千只骰子一样，你想象一下。嗯。所有选择，所有选择，我做过的所有选择，你做过的和没有做过的所有选择。那要是我做过的所有选择都已经存在了，那我存在的意义在哪里？没有意义。什么？在我们的公式里面完全找不到任何自由意志存在的证明。在你们的公式？我们就是粒子。那是你们的个人观点。唉，我们就是粒子，遵循一系列奇特的规律，就他妈不来不去。你说也太华丽了。那个，我的时间主要都花在电脑上面了，所以不是特别的有意思。那个，我想说。今天晚上我特别开心。我也这么觉得。就是我现在还没有做决定呢，应不应该让你留下来过夜？我想说今天晚上我们特别好。可以，不用非得。而且我觉得，我跟你在一起特别舒服啊，而且我觉得应该让你再来。我得说清楚啊，我不是严重的想跟你睡觉。可以，不用非得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睡觉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要是困了，我就上床睡了。对对对，但是给你一条睡袋外加两个毛巾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好。我觉得我还是得说清楚一点，就是我没有装纯，我没有说除了做爱什么都成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就是。我们睡觉，我们是分开睡的，对，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，我们可以一起吃些早餐，我们一起吃些烤面包啊什么的，对，当然不吃烤面包也行。我可以睡地上，真的。人们再有脸，人的人生都是自己的。在他们变成，我妈不怕死，她怕苟活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她不怕那些。我知道。不光是说话，还有阅读。阅读怎么了？我有毛病，数字、文字，只要是印在纸上的东西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。对，打字，还有打字。打字怎么？就是我知道那个字，我知道我要打什么字，可是我找不到，怎么看怎么都不对。我觉得我什么都做不了。
你去哪儿了？酒吧。我给你发了一条短信。我知道。你为什么不回？没为什么，我没觉得是什么事儿。我不知道你在哪。我告诉你。你是现在才告诉我的，可是我当时就想知道。我去酒吧了，我跟大理去打网球，然后去了酒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没有告诉你。杜磊，我对不起你。怎么了？我和方小军上床了。方小军？大学同事。中分，刘中分那个。对。什么时候的事？我们有过几次吧。几次什么几次？我们别追究这些细节好吗？几次什么？六次或者七次。六七次有一段时间。对。所以你俩好了，你们。我不知道。他会搬走。不会。你什么时候想让我搬走？你不用着急。你就是这个意思，对吧？你去哪儿了？九哥。我给你发了一条短信。我知道。你没有回我。没有回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啊。我不知道你在哪儿。我告诉你了。你是现在才告诉我的，可是我当时就想知道。我去打网球了，我跟大宇去打网球，然后去了酒吧。有问题吗？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杜磊，我对不起你。怎么了？我和方小军上床。方小军？大学同事。头皮屑，有头皮屑给男的？他没有。对。什么时候？我们有过几次。几次是多少次？我们别追究这些。你们几次是多少次？六次或者七次。有一段。什么？六七次有一段时间不是？对。所以你俩好了，你们不知道。他什么时候搬过来？你什么时候想让我搬走？不用着急。六妹，他多大？24岁。他还是个孩子。他都24岁了，杜磊。你们在哪做的？各种地方。什么他妈的意思？意思就是。不止在一个地方做过。在这儿？没有。在他家？对。他家在哪儿？八沟。你们是白天做的？对。白天就他们做？有时候是。你们是午休的时候做的？所以你俩好了。你们……我不知道。他会搬过来是吧？希望是。柳梅，我是不是已经烦我？你是不是早就烦我？没有。是不是因为我没花时间跟你谈论宇宙问题？杜磊，这个跟工作没有关系。
还不如有关系呢，你知道吗？要是你说有关系，要是你说有关系，如果是因为我没花时间跟你谈论宇宙问题，这样还好理解。那我会怪我自己不够努力，这样还好理解，你知道吗？杜雷，这个没有办法线性的解释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在工作。我给你发了条短信。我知道。你没回我。我知道。我不知道你去哪儿了。我在工作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怎么这么暴躁？我在工作，然后没赶上737，804也一直不来。怎么了？有事吗？就没有对不起你。上上个星期二，我被欧阳方娟上了。欧阳方娟？对。啊？他们都快秃了吗？什么？我说，他妈都快秃了。你们俩好了？你们俩上过多少次了？一次。一次。就上上星期二一次。你们俩怎么搞到一块去的？我帮他装一个风箱。你他妈开玩笑吗？没有。你帮他装风箱？说话。我说对。什么？我帮他装一个风箱。所以你们俩好了是吧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我需要时间想想。哦，你还需要时间想这件事是吧？最好是。对。这么说你打算搬走了？我听你的，其实。你听我的，听我的，你就不会伤害欧阳芳娟。好。什么？我说你别生气，我不想。我操你妈！杜磊，其实这段时间我挺快乐的，跟你在一起，我就是想告诉你这些。还不如有关系呢，你知道吗？要是你说有关系，要是你说有关系，如果是因为我没花时间跟你谈论宇宙问题，这样还好理解。那我会怪我自己不够努力，这样还好理解，你知道吧？陆雷，这个没有办法明确的解释。你别跑，你会好起来的。你走，你走，这是我过过最好的一段日子了，真的。我知道，哎呀，我不知道我接下来要干嘛。你帮我回塔村去啊！你他妈是在开玩笑吧？哎呦，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吗？哇！哎，你别这样，杜磊。哇！太夸张了。哇！你是隔了多久才告诉我的？一个礼拜吧。我本来都打算求婚了。哎，杜磊。我需要想想这件事儿。这么说你还需要时间想这件事是吗？对。这么说你打算搬走了对吧？我听你的，其实。听我的，听我的你就不会伤到欧阳芳娟。什么？你别生气。太难了。真的？太难了。我是因为后悔才告诉你的，我不想我们的关系。对，杜磊，你可以后悔，但你后悔完了就没有机会了，你明白吗？有没？我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能原谅我呢？你去哪儿了？酒吧。
我给你发了一条短信。我知道。你为什么不回？没有回。我不知道你在哪。我告诉你了。你是现在才告诉我的，可是我当时就想知道。我去打网球了，我跟大宇去打网球，然后去了酒吧。有问题吗？杜磊，我对不起你。怎么了？我和方小军上床了。杜磊，你听见了吗？我知道。什么？你刚洗澡的时候，他来了一条短信。看一下。对，你走吧。赶我？什么？我要你赶我走。想起我妈。好，在她临死之前，她说她什么都不想吃了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不确定你在说什么。她说想要他们停掉静脉注射，我们应该谈过这件事。我记起来了。他们让我出去，第二天我去一看，他就跟鬼一样，必须要用特别大的力气。如果我也那样活着，我估计我不行。没准行啊。我好累，真的，我好累。人们再有脸，人的人生都是自己的，在他们变成我妈不怕死，她怕苟活，你明白？我明白。她不怕那些。柳雷。杜雷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你怎么样？我挺好的。哦，挺好的，挺好就好。那你呢？哦，我买了一点你的那个蜂蜜。是吗？就在那个朝阳大悦城。大悦城那家特别好。我还跟那个收银的女孩说，我说我认识做这个蜂蜜的两蜂人。她怎么说的？我读了一篇你的论文。啊，你没读过？刚读的，下载的。哦，哪篇？就是那个讲 XMM 素理论的那个。啊、哦，对，挺厉害的。哎，你的蜂蜜怎么样？好吃，绝对好吃。你来这儿是学教育舞的？真的？啊。是男要结婚了。哦，跟那个体育老师？什么？不是跟那个体育老师啊。哦，是那个人，但他不是体育老师，就为了应付检查，推搪自己成绩去了。嗯，明白了。他们让我过来学学，把左右脚分清楚。你呢？差不多吧，婚礼。哦，是你自己的吗？还是别人的？对。我自己的。不知道啊。恭喜。谢谢。你未婚夫他挺好的。他挺好的。
柳梅你好，我是杜磊。杜磊，你好。你最近怎么样？没吓着你吧？没有，有点，没事，注意点。不好意思。你来这儿是学教育的？啊。学教育？啊。真的？真的。啊。石楠要结婚了。石楠？我妹妹。啊。他们让我过来学学，他走个脚分清楚。你是不是知道我在这儿？什么？我意思就是，你知道我要来这儿，所以你就……不，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我来这儿学跳舞，是因为我要结婚了。啊，不知道。九月。恭喜！谢谢。你呢？我之前有，现在没有。结婚？啊，女朋友。我之前有女朋友，现在没有。不好意思啊。有什么的？柳梅，你好。我靠，你最近怎么样？哦，我买了一袋你的那个蜂蜜。是吗？嗯，就在那个朝阳大悦城。大悦城那家特别好。是，我还跟收银的那个女孩说，我说我认识做这个蜂蜜的赶蜂人。她怎么说的？她逗你。嗨。我读了一篇你的论文。哦，你之前没读过？刚读的，下载的。哪篇？就是那个叫《冬日亚大星》。我知道了。你是从网上下载的冬日的 A 级毛片吧？有什么？冬日不是东京热？不是。哎呀。那个蜂蜜怎么样？好吃，真好吃。你最近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工作啊？挺好。我最近还有做那个花粉。你把它们从蜜蜂的腿上刮下来，然后磨成粉，对身体特别好。刮蜜蜂的腿还是刮花粉？什么？不好笑吗？好笑，这次是真的好笑。那个蜂蜜怎么样？哎，好吃。是石楠山的。我们每年八月份都会把蜜蜂运到山上去，一个一个运。啊，一个一个运。我们说是蜜蜂箱，不是蜜蜂。哦，嗨，你来这儿是学交谊舞的？啊，学跳舞啊？啊，我学交谊舞是因为我订婚了。哦，挺好的。那个哪个女孩是新人？欧阳。我记着呢。那你呢？我来这学跳舞就是减减肥，老是在大半夜吃吃喝喝的，都怪那些亚一星，怪那些星星，还怪你读的那些论文。石楠要结婚了。哦，跟那个体育老师。啊？什么？不是跟那个体育老师吗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是那个人，但他不是体育老师，新来的人，为了应付检查，就让自己教育学看。嗯，明白了。他们让我过来学学，把所有讲分清楚。你呢？差不多吧，婚礼。哦。哎，是你自己吗？还是别人？不是，我去，你还真能想。我呀，其实是一个特别敬业的伴娘。我们要跳那种特别大型的华尔兹，
其实吧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自己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所以你是第一次来吗？哦，没有，第二次了。啊。你呢？我是第一次。啊。哎，你这个裤子看上去真舒服。啊，是吗？啊，嗯，穿对了。啊。不像我，我每次都是下班之后直接过来。你知道吗？上个星期我回到家的时候，我的裤裆里面整个火烧火燎的。柳梅，抱歉。哎，你这裤子看上去真舒服，穿对了。不像我，我每次都是下班之后直接过来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上个星期我回到家的时候，我的裤裆里面就跟十八层地狱似的。对，不好意思啊。有什么呢？哎，你这裤子看上去真舒服，穿对了。不像我，我每次啊都是下班之后直接过来的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上个星期我有一回回家之后，我的裤裆里面就跟装桑拿似的。不行，我必须要说出来，要不然就太假了。柳梅。咱们去喝一杯吧。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，就喝一杯怎么样？要是你再也不想见我了，你就再也不用见我了。咱们去喝一杯吧。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，就喝一杯怎么样？要是你再也不想见我了，你就再也不用见我了。就喝一杯。要是你再也不想见我了，你就再也不用见我了。要是你再也不想见我了，你就再也不用见我了。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。你不用说什么。可是我想，我想知道自己该说什么。显然，很多人都没有这么做。好。啊，对了，他们还会多给你一个晚上。他们高兴来了一次，有总比没有强。我能跟你一起去吗？我去找宝马。你想去吗？那就一起吧。你想让我跟你一起去吗？柳梅，我总是会想起我妈。有三种不同的蜜蜂，雄蜂、工蜂和独一无二的蜂后。工蜂都是雌的，它们负责收集蜂蜜和花粉，它们的寿命介于五个星期到六个月之间，然后就会死亡。雄蜂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和蜂后交配。每个蜂窝里大约都有100只雄蜂，它们射精之后，阴茎就会折断，它们就死。蜜蜂的人生目的极其明确，它们的生命极其短暂。可是怪了，
我还挺羡慕这些蜜蜂的，我羡慕他们的简单、优雅和宁静。如果我们的存在也像蜜蜂那么简单，如果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，如果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着，我现在有很多事情都不明白，可是现在有一件事，我无比的确定。对。咏梅，嫁给我好吗？不是，杜蕾，你先起来。不是杜蕾，你不能这样，我这还有课呢。哎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大白天的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我得想想。对不起啊。你给我点时间，你让我好好想想，好吗？啊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忙吗？我现在上课时。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你是不是？有三种不同的蜜蜂，工蜂、雄蜂和独一无二的蜂后。工蜂都是雌的，它们负责收集蜂蜜和花粉，它们的寿命仅于5个星期到6个月之间，然后就会死亡。雄蜂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和蜂后交配。每个蜂窝里大约都有100只雄蜂，它们射精之后，阴茎就会折断，它们也就死了。蜜蜂的人生目的极其明确，它们的生命极其短暂，可是怪。我还挺羡慕这些蜜蜂，我羡慕他们的简单、优雅和宁静。如果我们的存在也像蜜蜂那么简单，如果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，如果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着，对，我现在有很多事情都不明白，不过有一件事，我无比的确定。柳梅，嫁给我好吗？杜蕾，你先起来。柳梅，你嫁给我行吗？杜蕾，咱俩不是说过了吗？你怎么来了？你忙吗？我现在上班时间。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我靠！怎么了？落家了。什么落家了？购物的单子。购物的单子。对，你看，我觉得咱们家还需要买点。不，对，你没事吧？啊。你也许知道什么，有三种不同的蜜蜂，工蜂、雄蜂和蜂后。工蜂都是雌的，它们负责收集蜂蜜和花粉。雄蜂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和蜂后交配。每个蜂窝里面大约都有100只雄蜂，它们射精之后，阴茎就会折断，它们也就死了。早点说是我们最好。蜜蜂的人生目的极其明确，它们的生命极其短暂。怎么没写下？你还记得咱俩是怎么认识的？记得。咱们是在婚礼上认识的。什么？李萌和常一鹏的婚礼。咱俩是撸串的时候认识的。有三种
不同的蜜蜂，雄蜂、工蜂和独一无二的蜂后。工蜂都是雌的，它们负责收集蜂蜜和花粉，它们的寿命介于5个星期到6个月之间，然后就会死亡。雄蜂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和蜂后交配。每个蜂窝里大约都有100只雄蜂，它们射精之后，阴茎就会折断，它们也就死了。蜜蜂的人生目的极其明确，它们的生命极其短暂。可是怪了，我还挺羡慕这些蜜蜂的，我羡慕它们的简单、优雅和宁静。如果我们的存在也像蜜蜂那么简单，如果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，如果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着，我现在有许多事情都不明白。可是现在有一件事情我无比的确定。六梅，嫁给我好吗？好。真的？真的。你想要做的话，你就给他们写信，他们就会来见你。在这儿还是在那儿？在那儿，你们可能会见好几次。对，都是在那儿。嗯，很可能是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就做决定。他们怎么做的？怎么实现的？他们用一种好融进水里，嗯，融进水里。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你不用说什么。可是我想，我想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显然。很多人都没有真做。好。哦，对了，他们还会多给你一个晚上。他们高兴的孩子，有总比没有强。有多完蛋？特别完蛋。特别完蛋是多完蛋？他们说，40岁以下的人有没特别完蛋是有多完蛋？他们说，可能不到1/3的人能活一年。那剩下1/3呢？什么？那剩下1/3呢？我不知道。他们能活多久？我不知道。他们怎么跟你说？他们跟你说了是吧？他们给了你逼死我算了。剩下1/3是死是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关系？对啊，当然有关系，因为我们现在不确定你是属于哪1/3。一年。他们确定吗？很可能不到一年。他们确定吗？不到一年。他们确定吗？你他妈跟我换什么魂啊？我
没有。你有，你就是在跟我犯浑。就因为我记不起几个数字是吧？谁他妈关心数字啊？我现在上楼去拿包，那儿有一堆废纸。如果你真的他妈的想知道的话，你就自己速成一下。柳梅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柳梅，我道歉，我错了。我们应该怎么办？谁都没法办。他们总有建议吧？他们建议我们做什么？他们说要做手术，对，试试切掉，尽他们所能的切掉。他们还提议放疗。放疗？对。他们说我忍受不了放疗的话，就化疗。化疗？嗯。垃圾化疗，还不如他妈的安乐死了呢。正前方。正前方。全都在脑门上。什么意思？他们说我很有可能会有语言障碍，没有办法正常说话，随时可能发作。他们说只能减缓，他们没有别的办法。他们说就是这样，他们就是这么说。坐呀。我也坐下是吗？不是，站着挺好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如果你告诉我，我会跟你去的，我会取消你。我知道，但是我想一个人去。有没有？我有点生气。生气？对，我得说出来。你生气了？我得说出来，因为我不想吵架。那他妈太好了，杜磊，对不起，我没有让你享受到第一时间看到结果的快感，对不起。好了。对不起，因为我真的不想领他们一个观众去。好了，行了，我说出来就舒服了。我不知道你接下来要跟我说什么，但肯定不是什么好消息。我得对你诚实些，而且我想听你说，我不想再在这里自己一个人胡思乱想了。我不知道你知道了结果，自己一个人是怎么过来的？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呢？我会陪你去。我的活组织检查结果出来了，是精准。他们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让我过去。哪个大夫？孙大夫。他怎么说的？他说是良性的。什么？他说只有一级，而且是良性的。他说一级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完全康复。他说完全可以康复。原话。操他奶奶！那下一个呢？做手术吧。他说完全可以康复。说了。怎么你确定吗？嗯。哎，你饿不饿？我去做炸酱面。我们就不能吃点好的吗？嗯。喂。
这个叫做惰性型胶质细胞瘤，有四级，在前面，所以我才没有办法。医生说要做手术，对，试试切掉。他们还建议放疗，他们说要是我忍受不了放疗的话，就化疗。化疗，垃圾化疗，还不如他妈当了。你们别说了，我们吃饭。我挺好的，你让我受完好。对，有一年，很可能不到一年。他没有明说，但是我上了台。我回学校之后上了一个论坛。我知道，我真够白痴的。可是我的确上了一个论坛。人死了之后，他们就在上面给他们写悼词，一页页都是湿漉漉、黏糊糊的东西，我看了真的很生气。废话太多了，人死了之后废话太多了。当你的时间结束了，你的世界就结束了。世界都他妈在胡说些什么？还有一发照片，我们吃饭。有一个照片啊，一个女的，浑身上下插满管子，跟他们管风琴似的，周围还有一堆艳俗的气球。要是你。要是你敢送我气球，我就淹了。牢记，绝不求淹。要是你敢把照片发到论坛上，我就做鬼住到你家里去。不发论坛。吃饭吧，我们该吃饭了。我想出国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不确定化疗缓不带任务。你不确定还是他们不确定？我说我不确定。为什么不确定？你有什么不确定的？他们一帮人那天我坐火车回家，有一会儿三十多岁的男人上了车，他们都喝醉了。我把电脑拿出来，我放在桌子上，我用电脑，然后他们就坐在我桌子周围，还有我对面的桌子周围，然后他们就开始找事儿。我说我换个位置吧，可是他们拦着我不让我走。我想说话，可是我找不到该说的话，然后他们就笑我，狂笑，我哭了。最后终于，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说差不多了。柳雷，你应该说出来，你应该告诉我的。我回学校了。我找刘莎吃午饭。我发病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几个星期以前。几个星期以前？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？是语言，杜磊，是我的语言。
越来越累了。我知道该说什么。理解。对不起。理解。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。你不用做什么。可是我想帮你。你一直都在帮我。所以，你付出了，失去尊严。对，很可能是。他们怎么做的？得先加入会员。会员。对，然后付一些钱。多少钱？我不知道会收人民币是多少。然后呢？要是你想要做的话，你就给他们写信，他们就会来见你。在这儿还是在那儿？在那儿，你可能会见好几次。都是在那儿？嗯，很可能是。他们怎么做的？怎么实现的？他们用一种好融进水里、啊、融进水里。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。你什么都不能说。可是我想，我想知道自己该说什么。显然很多人都没有这么做。好。哦，对了，他们还会多给你一个晚上。他们高兴还来得及。我能跟你一起去吗？我去找老板。你想去吗？那就一起。你想让我跟你一起去吗？柳梅，柳梅，柳梅。我总是会想起我妈，在她临死之前，她说她什么都不想吃了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不确定你在说。她说想要他们停掉静脉注射，我们应该谈过这件事。我记起来。他们让我出去，第二天我去一看，他就跟鬼一样，必须要用特别大的力气。如果我也能变成那样，我估计我不行。没准行呢。我好累啊，杜磊，真的，我好累啊。人们再有脸，人的人生都是自己的，在他们变成我妈不怕死，她怕苟活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她不怕那些。不光是说话，还有阅读。阅读怎么了？我有毛病，数字、文字，只要是印在纸上的东西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。对，打字，还有打字。打字怎么了？就是。我知道那个字，我知道我要打什么字，可是我找不到，怎么看怎么都不对，
我觉得我什么都做不了。你要辞职？还没呢。可你快要辞了。差不多了。能做成兼职吗？没有意义。你是说兼职的意义？对。我要不就走路，我要不就在路上，我要不就辞了，要不就不辞。我害怕。你怕工作？停下来。你怕停止工作？我该怎么办啊？我们走吧，我们想干嘛就干嘛。我没有办法。我是认真的。没有办法。我说了。我没有办法，顾磊。我必须选择控制。出租车九点来。我知道。多给了我们半小时。是啊。你累吗？有点。你想睡？现在几点啊？你冷吗？不冷。我去把空调关了。我没事儿。出租车酒店。你知道。多给了我们半小时。是啊，你累吗？有点儿。你想去？现在几点了？你冷吗？不冷。我是把空调关了。我没事儿。出租车九点来。我知道。多给了我半小时。是啊。你累吗？有点儿。你想睡吗？现在几点了？你冷吗？不冷。我去把空调关了。我没事儿。你饿吗？饱了。这一天特别晚。我也是。真的。真的。我能跟你说实话？不能。有时候，我看着你的眼睛，我完全明白你为什么想要去抓我。但有时候，因为你想，
到此为止。我不是说你这么做有什么错，可我现在就开始想，现在是不是你的时候？因为如果是我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会想让这时间越长越好。如果我知道还有几个月的时间，现在我真的想试一试。好，你说什么？好，因为如果是我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会想让这时间越长越好。如果我知道还有几个月的时间，现在我真的想试一试。时间是什么意思啊？时间，想要更多的时间和你在一起。我不确定你和我们，就是我们也想有一支箭从过去射向现在，人们都以为时间是不可逆的。除非我们别说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。可是对不起，我不该提起来。让我说，我想说完。好，在物理的基本定律里面，没有过去和现在。在分子和原子层面，时间是不相关的，是对称的。我们所有的时间都会成为你的时间，我们过去的时间就是我们现在的时间，不会多，也不会少。等我走了之后，柳梅你好。杜磊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我挺好的。那就好。你呢？我买了一点你的那个蜂蜜。是吗？嗯，就是那个潮州大悦城。大悦城那家特别好。嗯，我还跟那个收银的女孩说，我说我认识做这个蜂蜜的南方人。她怎么说的？我读了一篇你的论文。嗯，你没读过啊？刚从网上下载的。哦，还挺厉害。哎，我那个蜂蜜怎么样？好吃，真好吃。哎，你来这儿是学交谊舞吗？对啊。真的？真的，师奶要结婚了。哦，跟那个体育老师吧？
对，你记性真好，就是那个体育老师，他们让我过来学学，把左右脚分清楚。你呢？啊，和你差不多吧。啊，是你自己吗？还是？不是，哎，你还真能想。我呀，其实是一个特别敬业的伴娘，我没有唱那种特别大型的华尔兹。其实到现在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真懂还是假懂。哎，所以你是第一次来吗？啊，没有，第二次了。啊，你呢？我是第一次。哦。哎，你这裤子看上去真舒服啊，穿对了。是吗？我每次啊都是下班之后直接过来，你知道吗？上次结束后我回到家的时候，我的裤裆里面就跟草堂子似的。哎，柳梅，一会儿结束之后，如果我们还没有被累死，附近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喝一杯。如果你到了那儿，你不想喝了，你想走，那你就走吧，你就走，你就再也不用见我了。